健康是一笔财富，而与健康相关的产业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 Medica 国际医疗器械展是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展览会，每年都会展示这个行业最新的发展趋势。微型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此外，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技术系统中的应用也是一个日益明显的发展趋势。在 13.2 万名参观者中，有超过一半来自国外。这个专家小组也是由世界各国的专业人士组成，来自11个国家的代表团应德国外交部的邀请，在德国国际合作公司的陪同下，在这里了解医疗市场上最新的发展动态。 Medica is a window on the world, so it's really seeing the medical device, medical technology environment. 杜塞尔多夫医疗器械展就像开向世界的一扇窗户，我们可以从全球的视角去观察整个医疗产业的状况，包括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倡议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要了解行业的现状，再把这些心得体会带回去。这里还提供了与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的机会，比如在研发和创新领域，加拿大和德国企业之间存在很多潜在的建立伙伴关系和合作研发的机会。在医疗领域的国际合作越来越紧密，技术转让也多层次发展。科学国际化的发展是我们早已熟知的，但目前医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化交流。不仅前来就诊的患者呈现国际化，而且世界各地的医院在治疗上也开始展开更多合作。我们正在寻找机会与德国机构在远程医疗领域进行合作，通过新的通信技术和医疗设备，远程医疗诊断将迎来全新的发展，而且更加趋向精准。在成本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仍能保障全面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是医疗领域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认为必须尽快增加有关该领域经济运作模式的交流与培训，并且加强跨国合作。其实，在各国医疗领域，某些方面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我们需要更紧密的合作，比如在成本创新管理方面。德国的医疗器械市场发展良好，该领域每年的销售额大约在230亿欧元左右，其中超过一半都是销往国外。国际合作对参与各方都是有利的，然而要真正让所有患者都受益，这才是最大的挑战之一。